这差多了，一下超出半个身子去。但是也是气死了。因为他每次拉的比较长，所以他的频率会慢一点。而且你像你看八个吃亏，他比人多有好几米，他在这转身，他往这边斜的。对呀、啊，他这小朋友们平时练习都是在转圈圈的，你不能习惯了。对，他转身就直，比人多有好几米。马二贵每次转身，他在中间嘛，他都快就快出线了，都到边上来了。然后他，你看他的马二贵从这边转身，他往这边走，从那边转身往那边走。您平时练习都是这样的？练习时候还是要加入的，完全看的就是所以他这个他们上回游了个两百米，他比人最少多游了五米，我估计。没转一个，至少都有米。来，马哥，到位了。